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国注》啊，请坐啊。第432页，第一行。啊，课题佛令说一分为三段。第一段，正具说大行愿，法大誓愿第六。这一篇经是无量寿经的精华，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啊，说阿弥陀佛48愿啊，念老在这一品里面注解也最丰富啊，最为详尽，叫非常难得啊，是无量寿经的核心。我们看注解啊，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名训啊，尊依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个教诲，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不可思议。这一品是法藏菩萨遍参一切诸佛刹土总结的报告啊，极乐世界呢，就是依这个报告所成就的啊。那么这个报告是五戒参学所得到的总结，非常稀有难思啊，不可思议。如真解曰，这是日本的大德啊，无量寿经的注解注得非常好啊，在日本无量寿经注解里头非常著名。48愿功德成就而皈依正觉啊，48愿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总结归为正觉，正觉是成佛啊，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话说得好啊，是名弘誓本尘海，本尘是一尘，一尘是直接教导我们成佛的。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由于誓愿不可思议啊。这个48愿
就是总结这个四十八条，是法藏比丘遵照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啊，参访二十亿诸佛国土，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这不是数字，是代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二十亿在密宗代表大圆满，所以210亿代表大圆满。精挑细选啊，舍短取长啊，这样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提供给一切佛土里面六道众生作为修行的场地啊，这个场地无比的殊胜啊，这个场地保证你一生成佛。是以行卷，以36句赞叹誓愿不可思议，以彰正觉功德广大。啊，下面呢是行卷的一段文。行卷是日本青鸾法师，他著的一本书叫《教行信证文类》，一共有6卷啊，有6卷，这个里面就是属于行的一部分，叫行愿啊，教行信证行的这一句啊，里面有这么段文：尽白一切往生人等，恭恭敬敬。白是下对上，祖师非常谦虚啊，一切往生人等，念佛每一个往生的菩萨啊，这是他所指的对象啊，向这些人报告，弘誓一尘海之弘誓是大愿，指48愿，一尘是一佛尘，每一个愿都是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是比喻深广无际，每一愿里面所含的义理精神都是无有穷尽的，成就无碍无边最深啊，最深圣妙，最圣圣妙，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智德。这一句说什么？说功德。我们常常听说的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到什么时候，我们积功累德才能做到圆满？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圆满功德怎么修法？能修，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因为一切往生的人，他们达到圆满了，这是青鸾上人报告的真正的意思。这个报告是鼓励发心往生，现在还没有往生的这些大众，用意在这个地方。明显的是一切往生人等，但真正的用意是求往生，现在还没有往生，这个要知道啊，这什么人？就是我们我们要晓得，要成就，无碍，没有障碍，无边际，最殊胜。深妙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功德、智德是这个功德达到基础了，没有更殊胜的了，没有更高的了，没更殊胜的了。何以故呢？为什么呢？是云不可思议。弥陀无界修行，刚才说了，精挑细选，远远都不可思议，远远都是无上菩提，所以誓愿不可思议，悲愿欲如大虚空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誓愿从哪来的？大悲心生出来的。真正看到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无尽的苦难众生堕落在轮回里头出不来呀，轮回太苦了所以发大愿要度尽苦难众生四十八愿是从这来的，所以悲愿呢，像虚空一样，也是广大没有边际，诸妙功德广无边故这个诸妙功德就是四十八愿，愿愿功德无量无边呐。犹如大池，乃至犹如大风下面用比喻来说，譬如大池，又譬如大风，普贤世间无所碍故。大风吹这个世间没障碍，大车旅行也没障碍能出三游西浮尘，三游就是六道轮回为什么叫游呢？六道分为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是有因，有欲界的因，就有欲界的果报；有色界的因，就有色界果报；有无色界的因，就有无色界果报。啊，有是从因上说的，啊，三界是从果上说的，有因必定有果。事出世间，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大缺大奉，能除三由系缚尘，系缚是指烦恼。啊，想绳索把你捆绑在一起，你不能动它。啊，这是形容三界六道里面众生。啊，这四十八愿能帮助我们解脱，能帮助我们出离，乃至开显方便藏啊。这个方便藏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在第一页，佛之方便，包藏一切功德，故称之曰方便藏。教行信证第二句说，称一切智传。这个一切之传就是大乘佛法啊，依照大乘佛法扶助群生海，就像大船一样，它漂浮在大海当中，圆满佛之藏，开显方便藏。圆满佛之藏就是根本智，开显方便藏就是厚德智，啊，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呢，才能够普度众生。善巧方便从哪里来的？从真实佛智里头来的。啊，所以学佛学什么？学智慧，求福报啊，所以三皈依里面大家常念的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德这两种啊，尊是达到究竟圆满，为一切天人三乘所尊敬。这是大乘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的净宗法门，净宗法门里面的念佛法门啊，这是到了极处啊，所以两可奉持啊，特可顶戴。啊，我们要认真，全心全力地来学习，啊，把这个法门顶戴在头上，啊，至尊至贵，没有能跟他相比的。这是行卷里面的一段文字。劝勉我们
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至于愿闻多寡，注意颇有差异。这个愿闻是48愿，五种缘一本。愿闻多少不一样啊？这个地方略微介绍：汉译的本子、吴译的本子是24愿，且经中明言，遍皆得24愿尽。那么宋译的呢有36句啊，36愿。魏译、唐译两种啊是48愿。至于后除阿弥陀经记经，完全是记诵。这里面说是24章，讲这个誓愿呢，阿弥陀誓愿24。那么把这些经合起来看，可见24愿呢与注经中是居多数啊。24愿呢有三部经，48愿有两部经，36愿只有一部经。啊，所以42愿确确，24愿呢确实是占多数，但世间流通者只是魏译啊，在这一个汇集本没有出来之前，世间人学无量寿经都用康僧开的本子，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无量寿经是康僧开的本子啊，这是早年啊，我听老师讲了一遍啊，这个本子是48愿，所以48愿呢人人皆知啊，讲阿弥陀佛一定都是48愿啊，都是根据康僧开的本子说的啊。五种译本里面确实他的译本也都好，流通很广，都喜欢读他的。而韩文24愿也啊，说阿弥陀佛24愿很少人知道啊，这是把五种原译本里头愿文多少说出来了。且汉吴两译虽同为24愿呢，但内容一部一生不同啊，都是24愿，内容不一样。这你举出这个例子来说，无疑第二愿为十摩作佛时，这个摩就是法藏比丘自称，这个康僧开的本子用我做佛事啊，这个地方十摩做佛事，令我国中啊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者，即作男子。住无恙素天人名，云非软动之类，来生我国者，介于
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长大，借作化身，这个地方应该叫长大，身体很高很大啊，现的大象，不是从小慢慢长大，不是这个意思啊。云飞软动之类，啊，那么这个是蛇蝶动物出生的。啊，来生我国呢，通通都是在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长大，借作菩萨阿罗汉多无量数，说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那么这个愿文里头有啊，此中具有莲花化身，还有呢过午妇女这个两愿，而汉仪没有这两愿，其他诸仪也皆一皆确如。由此可见诸仪差异之深啊，五种原意本子里面有很大的差别。且汉武两仪虽同月二十四元，但实际内容呢不止二十四啊。以上无以第二愿做个例子，这一愿当中他举三愿，是举第一个过午妇女，第二个莲花化身，第三个圆软得生借作菩萨阿罗汉，第四个菩萨阿罗汉无量。经要深远呢，经是精彩呀，要是重要啊。啊，这里头有四个，有四愿呢，准是可知。所谓二十四，实在讲呢，不止二十四。居主后出阿弥陀经记经是二十四章之经文，可知弥陀誓愿设为二十四章。这一句话很重要，那一章里头可能有几个愿啊，不是二十四愿，它是二十四章啊，是二十四章，这个字是个关键的字眼。至于魏唐二仪，都是四十八愿，但名为四十八呢，实际不足四十八。啊，譬如魏一本第二十九愿，舍我得福，各种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那第三十愿呢，为舍我得福，各种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这两个愿同一个意思。啊，实则，
此两愿只是广略差异，是一桩事情，一个说的详细一点，一个说的简单一点。那么两愿可以并成一愿。第三十愿只是第二十九愿的补充与引申而已。唐乙本子里面第二十九与三十愿也与此同。更有近者，魏唐两仪君阙过午妇女皆莲花化身，这个两愿很重要啊，他没有啊，可见魏唐两仪之四十八愿并未居云居住院。细细去看他的内容不足啊。若于汉无两矣，这却呢生念必生的根本大愿。这个生念必生非常重要，古大德判四十八愿，生念必生是第一愿。弥陀彻底悲心，尽宗超胜一切，是什么？就是生念必生，查遍大藏经，没有生念能解决问题的。净宗这个生念，指临命终的时候。一生没有学过佛，临终有人劝你念佛，你当下就接受。当下就欢喜，马上就念，十句念完了就往生了。太殊胜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桩事情错回了意思。以为临终还来得及，现在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到临命终时，我生念往生。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你临命终时有没有人来提醒你？没有提醒的时候忘掉怎么办？临终的时候头脑清不清楚？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症就完了。别人劝你也听不懂了。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侥幸的。他真有这桩事情啊。我早年住在美国。华府佛教会就遇到一个同修，这个人生平没学佛，没有宗教信仰，他开了个面包店，他名字叫周广大。人非常厚道，是个好人。一家人没宗教信仰，得了癌症，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医生宣布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已经不能治了。
让他家人带回去，告诉他存活的寿命大概只有一两个月，家人带回来之后，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到处打听通灵的人，有神通的人，佛了道了，宗教都去找，又找到了我们，我们派几个人去看，都是华人嘛，看确实不能好了，于是乎就认真劝导他，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很欢喜，告诉他家人别找医，找这个什么医生呢，找奇迹都别找，希望大家通通念佛帮助他往生，他万缘放下，家里太太儿女朋友到他家来都是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真的往生了。火化的时候还流了舍利，非常不可思议。临命终是三天，符合经上所说的条件。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他们有信心真发愿，这一句佛号三天三夜没有中断，一直送到往生。往生净土作佛实在不难呐！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像《大乘经》上佛常说的：“无论什么方式往生，每一个真正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你能信、能解、能发愿、能求生净土，续世的功德成就啊，不是这一生的，过去多生多劫的成就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遇到佛法，相信这个法门，欢喜这个法门，也认真修学，但是功夫不得力。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能想到的，我们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还不够啊，有供养，供养不少，很多很多，还不足啊。所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都把它补足啊，能不能补足？能，念阿弥陀佛就能，因为念一尊阿弥陀佛就等于念一切诸佛如来啊，所以肯定可以补足的真正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呢，就补足了。
自己有信心，自己有把握，临命终时不必要人助念。啊，临终要人助念，有这个念头不好。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人怎么办？那就去不了了。我现在就不做这个念头。啊，没有这个念头，我独来独往。啊，我们看到念佛功夫成就的，啊，郭罗匠没有人助念。修无私也没人助念，我们亲眼看到的这几个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没有人助念，啊，美国洛杉矶我们见到的啊，甘老居士的老朋友啊，念佛往生，他预知时知，他预先写了遗嘱，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啊，摆在床头，他在床上打坐走了啊，没有人做你，没有人知道啊，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么多人在给我们做证传啊，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亲自见到了，一点都不假。啊，最近给我们做证明的啊，我们在香港这个地区前面有黄忠昌啊，后面有刘素清啊，2012 11 2112啊，这在他往生前十几天，他妹妹得到这个信息，这是苏木子啊，妹妹看到这个苏木子心里有数，这一定是结界往生的日期，他把他写这个纸条给他姐姐看，姐姐看了之后点点头收起来了，一点都没错，一分一秒都不差。不是假的。啊，后面这一段。为唐联谊，君缺过无女人莲花化身，为是康子恺的本子，他缺了这两愿呢。可见为唐联谊之48愿，并未云居住愿，那少缺少两愿，不圆满。至于汉武年矣，在缺生念必生的根本大愿。啊，汉一无疑的，没有生念必生的愿，生念必生是净宗根本大愿。可见汉武魏唐宋无疑，这个排列是按时间顺序啊，汉是汉朝，吴是三国，
啊，三国的时候吴国孙权那个时代啊，魏也是三国时代，这曹操他那个地盘啊，吴魏都是三国啊，唐宋五种一本，均非无量寿经之善本。为什么不圆满呢？这48愿的文太重要了啊，这是这一部经的核心呢。啊，五种本子合起来才圆满。啊，这个48愿才圆满。要不合起来的话都有欠缺。啊，是以汇集诸经，广结众长，令成汇本，舍不用换也。啊，这说明汇集必要啊，汇集必须，不能不汇集。啊，这一段是把为什么要汇集这个道理事实交代清楚，交代明白了啊，于是夏思汇集，夏老师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莲居居士的学生，所以这称夏思。汇集注意之大愿啊，他发现汇集这一部大经，汇集大经啊，那么五种翻译的大愿啊，将它汇集成一个定本，记重古已多坚持24啊，这个必须尊重的。24章说得多，又采世间所流通之48愿啊，汇集的方针以24为章，以48为目啊，这就圆满了，既符是24章又合48愿。啊，序文里头又说明，单单汇集这一篇经文用了3个多月时间，而且是3个人一起汇集的，慧明老和尚、夏莲居老居士、梅光系老居士3个人在一起，3个多月时间汇这一章，就这一篇啊，这是本经的最重要的一篇。我们再往下看，经中备集注意之长啊，这一部经采取的啊，是5种原译本里面经文原文不动，5种比较
哪一种好懂，意思很圆满，就取它。啊，句子生涩不好懂，就舍弃。啊，生念必生。过五女人，莲花化身，这些人皆见于绘本。啊，这个本子统统都有。佛妙是过运精妙，啊，那么这是文学的根底了。以少文呢，而显多义。啊，举个例子说，《位移》第38愿，舍我得福，各种天人，余得衣服，随念皆知。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倒软喜着者不去争取。那第24愿说呢，舍我得福，各种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住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这是位移的。位移这两愿，显依附与供具之如意，他缺了梵思。啊，梵思如意，他们没有提。如汉仪第32愿，无疑。第24愿说，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与梵时，在七宝钵中生自然百位梵时在前，设以不皆自然去，不尔者我不作佛。啊，那无疑的这一段文，于此又可见魏唐之48愿，实不足48愿。那么经词绘本呢，涉及以上三愿，把以上这么多经文简化了。啊，这就是文词上给它修改了，意思圆满，文字简单了。啊，这个本子里头，坚持绘本，涉及以上三愿，为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皆生，无不满愿。可见绘本文如意丰，文字简单，意思圆满。啊，全都说到了。注意，所具之弥陀深愿，背显无疑。啊，五种本子里面所说的是一这个都没有遗漏，全都集在这部经典上，而文字简略了，读起来顺畅。可见绘本文如意丰，注意所具之弥陀深愿，背显无疑。是以净师注显，公认此为善本良有也。这很有道理。
啊，在这个五种云一本，四种啊汇集跟这个教定本，九种本子，这本子最好啊，让人看得欢喜。无一本里面所具的，一个都不漏。这段文字是简单扼要说明汇集的必要。那如果不汇集，你要读无量寿经五种本子要全读。啊，五种全读真的是很麻烦。啊，所以汇集就成为非常必要啊，绝对正确。下面陈述请听啊，法藏白言，对老师说话称白，这是恭敬啊。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啊。注解里头说，听者耳闻，察者呢心中深思。啊，心里面呢细细去观察思维，他说的是否正确。慧疏曰，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尘，但是丹心就是诚恳的心，恭敬的心啊，叫丹尘。印祖所说的沉静，故曰听察啊，看他的沉静，故今亦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听我所说，见我诚心啊。下面是法藏陈说所发的大愿，也就是他无界修行考察所得的总结。下面这一段总说，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成正觉就是成佛，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啊。这是总说，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做到了。念老注解首四句总括全部大愿啊，这头四句愿我成佛时所具之佛刹具足无量无法以数量表示甚妙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下面解释，具足者圆满也啊，具足是圆满的意思，圆是没有欠缺，
满是没有遗漏啊，可见这个五戒考察他非常细心，非常慎重啊，认真的选择，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提供给一切有缘众生修行啊。所谓有缘，就是指能信能愿肯念佛啊。本经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欧益大师用四个字说明：信愿持名。这就跟极乐世界有缘，跟阿弥陀佛有缘啊。印光大师集成欧益大师这个说法，印光大师一生他的行仪，他自己用十六个字描绘的淋漓尽致啊。印光法师是何等人物，他自己说的：顿轮敬奋，贤邪存诚，幸愿持名，老实念佛。这就是印光大师一生。那我们要想学印光法师，就学这十六个字。简单明了。这十六个字，前面两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后面两个字是大乘佛法。把老祖宗东西跟佛大乘集成一体，用十六个字。顿是亲爱。伦是同类也。近的说，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族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要亲爱近臣。扩展起来说，凡是人皆须爱，这是世间法。而以佛法呢，那是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我们都要真诚地爱他们，就这个意思，叫顿轮。敬分，尽自己的本分。自己的本分是什么？老祖宗说：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是我们的本分。大臣的本分，孝亲尊师，三归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把本分呢尽心尽力去做出来呀，这叫顿轮敬分呐。贤邪存诚，贤是防止，防止一切不善，邪恶
我们要防止它，存诚心里头要常常存这个真诚恳切的心。这做人呢、昨天我们停讲一天，我到深圳去见几个道友同参道友，他们在国内到香港身份办不出来，我们在那边约会他们告诉我，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欣慰欢喜中国前途一片光明有个好的领导人呐、我过去常讲国家兴亡操纵在两个人手上，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媒体现在国家领导人他们告诉我，反腐倡廉，提倡戒欲提倡的时候吃饭呢最多四个菜，他到深圳来视察，住三星级的旅馆，没有警车开道，这是古时候圣君明君出世了，中国人有救了这个外国人常常找茬了，想跟中国人打仗他也表态了要打好，我们不打打小的，打大的大的什么核武生化，你们不想活了我也陪你同归于尽。外国人也乖了不敢再说话了，为什么？来真的不来假的我天天备战这个战争顶多两天世界就没有了，你们不想活了吧，我陪你们。吓得个个都乖乖的了，不敢再说话了我们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从哪里反对起啊？反对竞争，有战争从哪里？斗争来的，斗争怎么来的？竞争来的。竞争这两个字很不好啊，中国传统里都找不到中国人教儿童，你看从小就叫让，我生长在农村，我这一生父母老人老师没有教我竞争的，都叫我让我真做到了。我在学校念书，我老师同学都知道我人家都要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要争我让我考卷拿到手，大的题目答完算一算差不多够65-66分，我就交卷了，为什么？及格了吗我一生考卷我都能答，但是从来没答第一个交卷老师一看都摇头会答的不答，不与人争及格就可以了嘛，点点升级目的就达到了嘛，不要留级不要降级这是我的标准，我父母不叫我争所以他们对我这个做法很满意，行，及格可以了所以我有很多时间读课外的书籍
啊，我在同学当中常识最丰富，我看的书比他们多。啊，小时候记忆力很好。啊，所以对于功课很容易应付。啊，考试，只要考试前10分钟，我把书翻一翻，决定及格。啊，不增多快乐啊！现在家长逼着儿女一定要增第一、增第二，孩子可怜呐，痛苦极了。谚语说得好啊，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既然有命，何必要争？啊，争跟命就相违背了。命里有的争不来，命里没有的丢不掉，这何必要争？啊，习主席所提倡的。我们要跟进啊，以后住旅馆住3星级的旅馆啊，4星级5星级可别进去啊，请客再大的场面也是4菜1汤啊，他带头我们跟进，我们佛教徒我们敬宗马上就响应啊，明年除夕、后年初一的朋友来聚会，我们就4菜1汤。啊，告诉他我们是奉习主席，啊，我们尊重他，啊，他带头我们跟进，啊，敬宗同学首先响应。啊，这是反腐倡廉呢，真正落实，不是说空话了。啊，真做到啊！啊，我们梦多少年来梦想的国家领导人带头，才会兴旺，才会产生效果。啊，过去我在汤池办这个传统文化实验班。我就教老师，老师教弟子规，没有做到，别的人不会学，他就做不到。你们老师先做到了，做出来给别人看，大家都肯学，都能做到。啊，所以的效果非常惊人。啊，不到4个月。汤池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个个都能够做到，那是什么？老师做给大家看啊，马路上乱丢垃圾啊，到处你看到垃圾不干净，我们老师不说话，穿上制服，每一天上午2个小时到街上去捡垃圾啊，你丢我捡，捡了2个星期，汤池小镇的人不好意思丢垃圾啊，给我们说，你看到丢垃圾那是外地来的，那不是我们本地人，我本地人绝对不会随便丢垃圾的，对呀。一切要从本身做起，啊，本身不做到怎么行呢？啊，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只有从自己做起，才能收到影响别人的效果。啊，自己做不到的，不能讲。啊，行政命令更是如此，国家颁布这个命令，国家领导人自己做到。
啊，人民能不做到吗？能不做到，对不起领导人呐！啊，一定要跟进呐！这个国家有前途啊！这个国家前世出一片光明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啊，遇到一个明君圣贤，非常不容易啊，这是这个时代的人有福报了啊，我们珍惜这份福分啊，共同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推动到全世界，化解冲突，促进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这桩事情得要有使命感，谁去做？我来做，不要等别人。啊，看到习主席样子，啊，看到习主席的教诲，我们就认真干。啊，我们干了会影响周边的人。啊，看看我们明年初一，明天除夕，后天初一，我们就四菜一汤啊。啊，供祖先也如是，报答祖宗之恩。那我们真的回头了。回头是岸，我们往下面看，周边汉室，无亲无缘。故云具足，所居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超情利见，非四两分别之所能知，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故曰不可思议。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都是赞扬四十八愿。啊，愿愿功德都不可思议。超情历见。情是情识。见是见解，是凡夫的情境超越了，不但超越凡夫，就是天人，超越三尘啊，超越大乘啊，三乘是指声闻缘觉菩萨。超越大乘，超越十宝庄严土，达到最极究竟处，所以不是思量分别所能知，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语言达不到，思维也达不到。所以叫不可思，就是你不能去想；不可议，议是你说话，你议论。为什么都达不到？
华严经独明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世事无碍不可思议，只有华严经上有。佛说其他经典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在华严经上呢，事中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讲圆满了，讲透彻了。一多相结，小大相容，光霞自在，严肃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足等等，这些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现象。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是真的，不是假的。特别是在大乘法里头，所以修学，大乘的修学跟世间的理念不相同，方法不一样。世间人主张广学多闻，摄取知识，大乘不是的。大乘叫你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这一样，不断的熏修。时间久了，他得定了，得三昧了，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做持戒，要守规矩。你能守得住？久久心就定了。就至心一处，心只在一处，时间久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所没有学的全知道。你看，一经通一切经通，一法门通一切法门通，一部经通了，不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全通了，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经卷你全通了，真的通了。我们相信呢，千经万论无量法门，无非是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习气而已没有别的。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就成佛了。经论常讲啊，放下见思，你就成阿罗汉了。放下尘沙烦恼，你就成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无论用什么方法放下，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84000种方法，随便哪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放下，都能帮助你成佛，所以它是平等的。这个法不仅是佛法了，包括世间法了。你说我不读佛经，我读一部《论语》能不能成佛？能，只要你会。什么才叫会？
大乘起心论教给我们的。你读《论语》，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姓名相就行。啊，你要执着文字，执着他名相，那就不行，那是世间法了。啊，那不是明心见性的法，明心见性的法不执着，读什么都可以。啊，读基督教经也可以，读回教经也，什么都可以，都可以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法门平等不仅仅是佛教的法门，所有宗教的法门，所有学术的法门，通通都可以啊，真平等啊。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不碍事啊。啊，只要不执着言说相，文字是言说的代表啊，符号，所以不执着言说就也不执着文字啊，读不执着文字啊，不执着名词术语。为什么？假的。老子说得很好，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全是假设的，那个不要紧啊。假设什么都可以，不是真的，统统放下。啊，心缘就是我心里想，这句什么意思？这段什么意思？没意思，想的干什么？别想，就会开智慧，就会开悟。要去想它，开悟反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常识。啊，变成知识。不想是智慧，想是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解决小问题，还有后遗症。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一朵相即，大小相容。这个今天科学也发现了，没有佛讲的透彻。科学发现，最小的物质现象被发现了，这个小的物质不能再分了，分就物质就没有了。啊，这是物质的底线。这么小的物质里头，有大千世界，我们整个宇宙在那里头。这个道理科学也有，叫全息。啊，全息的现象。啊，无论多小，它都在里头。啊，今天科学的发展，用电晶体，啊，这个晶片，指甲大一片晶片，里面含藏许许多多的东西在里头，资料在里头。啊，这就是小能容大。我在澳洲，有人送我一套思古全书，就是精品。啊，小盒子，这么大一点小盒子，大概有几十片，全部思古全书在里头。思古全书我们也用一个房间的装，现在把它缩小成几个精品，十几个精品。啊，那么科学跟佛法来做比较还差很远，
佛法里面讲即为智慧，即为色，现在科学家称为微中子。啊，这一个微中子里头含藏着整个宇宙，这科学没说到，啊，佛经上说到了，整个宇宙，谁能够进入微尘宇宙里的寻普贤菩萨，能进去啊？那我们一个身体有多少即为色？这说不尽了。啊，我们一个身体有多少个细胞？这个科学家概略估计出来了，50兆。啊，一个细胞里头有多少个即为色？啊，这个要问问科学家。科学家都感到非常压抑，不可思议。每一个即为色里面都有大千世界，我们这个身体上有多少大千世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佛圆满大觉，他清楚啊！啊，一切诸佛如来，大千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身体，而且没有离开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啊，我们礼敬诸佛，头一个要礼敬自己，自己不礼敬，那礼敬佛就错了。我们跟佛的关系太密切了。啊，我们学了大乘之后才知道，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关系讲到究竟圆满是大乘佛。啊，什么关系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关系多密切！啊，广狭自在，空间没有了，言处同时。时间没有了，无量界就在当下，未来界也在当下，重重无尽，圆明具德，这八个字好。详知则为十玄妙门。我们在玄义里面学过十玄门呢，华严经的特色，念老为我们指出，本经大乘无量寿经也圆满具足十玄门。换一句话说，
它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华严分量大，说的详细，这个简略说的简单，内容完全相同，不增不减。所以古德称之为中本华严。啊，我们放下华严来学习这部经，没有违背华严。为什么？这部经是华严的精华。啊，抓住这个，也就抓住了华严的全体。华严的全体也就在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全体就在一句佛号。你才慢慢能体会到一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你才会认真念这一句佛号。啊，念这一句号，为什么？为积功累德。啊，积什么样的功德？积无量无数供养一切如来的功德，用念这一佛号就成功，就能够做到。我们真正用菩提心，用真心去过日子，用真心去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一句佛号抵得一般人念一百万声佛号都不止。啊，这是用心不同。啊，完全用真心，没有虚伪，没有自己。啊，真正肯定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字体。为一切众生就是为自己，为自己就是为一切众生，自他是一不二。啊，尤其重重无尽这四个字说得好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就这四个字啊，圆满具足。一法未曾漏失啊。精进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极乐净土何以华藏世界。本经所说的阿弥陀佛，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化身佛，毗卢遮那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是什么意思呢？佛学大辞典里面给我们解释，
遍一切处，毗卢遮那没有相，没有形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从它而灭，生灭都没有离开它。为什么会有生灭？语言不一样，语言生在现，语言灭在即，这清净寂灭了。啊，语言也不是真的，所以它的生灭是假的。啊，生灭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那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我们自己修行是一心念佛。有人问过我，我们怎样看待极乐跟华藏，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他，我说我们举一个很浅的比喻，你就明白了。华藏世界了，好比新加坡。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它国家就一个城市。啊，我说华藏世界就好像新加坡，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乌节路，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啊，金融机构全在这一条路上。这就明白了。极乐世界没有离开华藏，是华藏最精华的地方。华藏世界也没有离开极乐，是一不是二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往生到华藏世界去了。我们要不经过极乐世界到华藏，可不简单呐，是太难太难了，一定要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才能生华藏世界。凡是没有能力见性的，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让我们待业往生，生到那里，不但也是生到华藏，而且生到华藏最精彩的地区。啊，比一般明心见性的人还要殊胜。然后我们才体会阿弥陀佛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德。为什么？不知恩不晓得报恩，知恩才知道报恩啊。怎么报法？
幸愿持名，往生净土就是报弥陀的恩，报释迦的恩，报一切诸佛如来之恩。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才晓得这本经在一切经里面的价值，在一切经里面的分量，我们才会真正升起无比尊敬的心，无比敬仰的心，欢喜心，来认真修学这个法门。啊，希望在这一生中啊，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极乐世界一真一宝真宝，具体是四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极乐世界，真宝是身体，一宝是环境，身体上环境上点点滴滴都是四事无碍的境界，点点滴滴都具足不可思议功德。世尊在《观经》里头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阿弥陀佛报身有多大呢？高大，我们无法想象。佛说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这个境界怎么去想？老修的同学有一点基础，会联想到身上每一个相，一根汗毛的相，都具足八万四千种好，每一个好都放八万四千种光，还得了啊！光明世界。这不念佛能行吗？哪里还有功夫去打妄想呢？往生极乐世界要紧呐，比什么都重要啊！啊，
到了极乐世界回头再来就无所谓了。啊，回头再来给众生做个好样子。啊，让这个世界众生样样也都能得圆满。能吗？答案是肯定的。啊，方法决定是落实在教学。不教不行的，要教啊。啊，谁教？自己发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平民也有这三个字：君亲事啊。你在家里头是家长，这君呢？啊，你对待全家的人，像父母，老者父母。年龄差不多是兄弟，小的是儿女，对他们亲爱呀！啊，父子有亲的，统统要活活泼泼的用上来。啊，再扩大，邻亲戚、朋友、邻居。啊，我这个小乡村，这个小镇，我这个小城市，都是我的家亲眷属，没有一个不爱呀，没有一个不关怀呀，没有一个不照顾我。你一个人做，慢慢影响大家都做了。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地球上，在此处出现了。啊，所以事事不可思议境界，夜夜圆明具足无尽玄门，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啊，由于具足不思议功德庄严。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像底下所说的，闻名得福，闻名发生，圣念必生，精灯不退，这是圆满的功德啊！一生当中可以得到的法门，无比殊胜，无比庄严，我们遇到了要珍惜。啊，这一生遇到，这是大福报啊，稀有难逢啊，无量劫的缘分。啊，今天遇到，遇到决定不能放过。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